好，我今日咧，我哋所做嘅比較特別一啲嘅，咁咧就係、是、其實係因為我哋好想實際上大家操練到去親近神。咁其實親近神咧本身係好容易嘅，咁點解好容易咧？因為神好中意親近我哋，神係好錫我哋嘅。當我哋睇聖經裏面咧，其實好多經文都話俾我哋聽，神點樣好想同我哋有密切嘅關係。其中譬如好似浪子嘅比喻。當那個兒子回來的時候，他還在想定一些台詞，因為他對於他爸爸沒什麼信心，他想著他沒有錢，爸爸當然是不見他的，所以他就想著台詞就是什麼呢？爸爸，我得罪你，天又得罪了你，從今以後就不會稱做你的兒子，只是做你的工人，這樣就他就回去了。但是他爸爸的反應其實是出乎意料的，因為爸爸看到他就很歡喜跑過去，就攬著他，就還猛錫他，其實他全身臭的，又攞曬啲錢，又冇曬啲錢啦。即係其實佢係完全唔值得佢爸爸錫，但係咧佢爸爸嘅反應咧係，即係當你去細心去諗，如果我哋投入，我哋係浪子，其實浪子翻嚟佢會好驚訝，佢好驚訝點解爸爸會攬住我錫咧？佢可能佢諗住爸爸，即係用廣東話，即係會攞條藤條啦，或者係家法咧，要罰下佢咧咁。即係佢唔知道爸爸實際會點樣做，你去柴房瞓覺啦嘛。即係佢唔知道點反應，但係我哋嘅神真係一位好慈愛嘅神。其實真係咧，神嘅工作係好偉大。我譬如我講一個另外一啲嘅例子啊。咁我今日咧就睇一啲猶太人信耶穌，佢講到佢哋點樣樣咧，係本身咧其實原來猶太人有好多係唔認識舊約聖經嘅。原來他們讀什麼呢？讀祈禱文，即是他們回去他們的會堂就讀祈禱文，他們不是很懂舊約聖經的語言的。 就有一個即都挺出名的一個人，他是應該是做生意做得很好，怎麼知道他的女兒信耶穌，在猶太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。但是他的女兒就告訴他耶穌怎麼好，他就很抗拒，但是他的女兒就挑戰他，佢阿爸，不如你淨係自己睇聖經，你唔好信人哋講乜，你自己去睇聖經去揾啦咁。咁咧佢就自己去睇聖經。咁佢後來一睇到啲咩經文啊？其中佢睇到詩篇廿二篇講到咧，耶穌釘十字架，佢哋擲亂我嘅手我嘅腳，佢哋分我外衣為我裏衣纏扣。咁嘅時候咧，佢當佢睇到嘅時候咧，即係佢自己佢話咧，佢自然感動到喊啊！即係原來一早已經講定耶穌被釘十字架，一早咧講定耶穌啲衫俾人分，即係耶穌幾咁樂意為我哋而死，係一早聖經預言嘅。咁佢咧就好感動，仲有其他嘅經文啦，講到關於耶穌嘅，咁佢就好感動。佢原來聖經一早已經講曬關於耶穌嘅嘢，佢自己都喊喎。其實佢一個即係都幾年紀大嘅人啦，佢都感動到喊，即係。神的愛實在很偉大，就是有些人他就說原來其實很多猶太人他是一種文化的抗拒，因為他覺得以往即很多所謂基督徒去迫害猶太人，他就覺得就所以基督徒就不對的，基督教就不對的，所以他們有一種仇恨，他們即不是真的認識耶穌是怎樣，而是他是本身一個仇恨。咁咧，即係講到神咧，都點樣去祝福佢哋？神就係好愛佢哋嘅，神都好愛我哋每一個。咁當我哋即係我有一個叫發揚神屬性查經法同埋講道法。咁如果我睇浪子嘅比喻，我就睇到神咩屬性咧？佢係好寬容，佢係好體恤人，佢好接納人，佢知道人會做錯。當人做錯嘅時候，他不會耿耿於懷，他會給我們機會，他是很熱情的，他會跑過來攬住他。其實聖經譬如在西方的書都講到神是熱情的，他因我們歡欣喜樂，默而愛我們，且我們喜樂而歡呼，神是很熱情的神。不過很多人親近神就不是用熱情的方法的，就是呢即係就話神啊，你幫我啦，啊快啲俾份工我啦，快啲俾啲錢我啦，快啲俾個老婆老公我啦，快啲俾我生仔啦，即係都係要乜要乜，即係好少人係對神好熱情，但係神咧對我哋其實係好熱情嘅。咁所以我哋睇到浪子嘅爸爸其實好熱情，呢個咧就係其實係就係呢個即係
顯示出天父係點嘅樣嘅，佢好熱情，所以佢會跑過嚟攬住佢，錫佢個仔。咁咧呢個咧就係神就係咁樣嘅。當我哋睇到神係咁嘅時候，神對我哋咁熱情，而我哋對佢點咧？嗱、那個浪子咧，其實佢唔係個心咁快軟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即刻跟住咧，佢爸爸攬住錫之後，佢做咩？佢係練台詞嘅。咩台詞啊？佢都預備咗啦，就係咧。爸爸，我得罪你天，又得罪你從今，又唔配做你嘅仔。練，即係佢冇話，爸爸，點解你要攬住我？點解你要錫我啊？我冇曬啲錢喎，你咁都原諒我啊？即係正常反應會咁啊，但可能佢仔已經麻木咗。其實好多人都麻木咗，所以對於神嘅愛係冇乜反應。咁我自己當我睇到神嘅愛咧，我心真係好中意。我仲記得曾經有一個牧師講過一個咁嘅情況。講有一個經歷聖靈的情景，即是 有牧師為很多人祈禱，亦都係即係應該講佢自己。咁啊，其中一個女性咧就祈禱咧就瞓咗地下咯喎，咁咧就喺度經歷神嘅愛。咁佢講翻佢經歷乜嘢？佢經歷耶穌去為佢梳頭。嗱，好多人嚟講咧係冇乜意義嘅，但係佢細個咧成日都叫佢媽咪同佢梳頭。不過佢媽咪成日都唔肯咧，或者忙或者咩原因啦，就冇同佢梳頭。但係咧，當佢經歷聖靈，耶穌係知道，耶穌知道佢好想有人為佢梳頭，耶穌就唔係同佢梳頭。哇！佢感動到喊到不得了。點解耶穌會知道我呢個需要，我呢個心靈嘅需要，就走嚟同我梳頭咧？即係耶穌實際上真係好愛我哋。任何人對佢有愛有回應，神都好中意嘅。任何一個人，神都好中意。你唔好話，哎呀，我咁微小，哎呀，我又唔愛主，我又犯罪，我又得罪神，我咁多唔好嘅嘢，唔使計較。神係唔計較，好似個浪子翻嚟，爸爸冇問佢，我搞錯，打一句問一句，啲錢喺邊度，書喺邊度，點解咁樣用法？跪低，佢爸爸唔係咁啊，係首先用愛嚟到融化佢嘅仔。然後用很多禮物，當他兒子這樣說的時候，他就用很多禮物。當他兒子說我不配做你的，稱做你的兒子，他爸爸就用禮物來顯示我真的歡喜你，並且跟著做什麼？歡喜快樂，即是我們的神是一位歡喜的神。所以我們親近神，不要只是神啊，我需要什麼？快點幫我吧，快點解決我的問題吧，而是多點去親近神。如果你跟母親節那天，媽咪，你真好啦，我送啲禮物俾你。嗱，你聽日你記得做一樣嘢，我想你做嘅咯喎。媽咪話：你今慶祝母親節慶啊，你今日係成嘅要求。即係我哋去到神嗰度，係咪淨係要求啦？因為我哋嘅心對神有感激。嗱，其實聖經有講到嗰種感激嘅回應，譬如咧。耶穌進入猶山，嗰啲人哇歡喜快樂，喺度跳舞，喺度唱歌，喺度歡迎拿撒勒，歡迎耶穌嘅。咁咧，即係神係中意我哋興奮嘅。咁耶穌亦都形容呢個世代，佢話咧舉開嘅時候，佢哋又唔識得除胸啊。即係開心嘅時候，佢又唔會啊，佢又唔會歡喜嘅，即係冇乜反應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其實親近神，你用啲反應神啊，你真係好，真心講。耶穌，你真係好，放啲感情落去咧，就會好唔同嘅。咁我希望大家都同神有呢種關係。咁我就喺呢個過程嘅，啱啱因為失聲啦，咁而家啲聲啱恢復緊，我都唔係好用聲。咁咧就我就請阿 Base 咧就幫我咧就係去領等一陣先啊。咁咧就去領敬拜啦。咁原來咧佢就話俾我聽，佢話原來佢有一個月咧已經用我啲。影片咧就喺度，哎呀，敬拜到熟到不得了，就已經一早係咪已經早寫咗落嚟㗎？唔係啊，你講之後就寫，就逐句寫曬出嚟。哇，我覺得好特別啊，即係寫曬出嚟。咁我覺得咧係會對好多人有幫助，因為好多人唔慣用呢啲咁親切嘅字眼。咁嗱，嗰度可能未有啲所有我用嘅親切字眼嘅。咁其實呢啲你都可以用你自己嘅方法同神講：耶穌，你真係好不得了，我真係好中意你，我真係掹住你，有你真係好，有你真係好過一切嘅神啊！我真係要享受下你，我真係咧要喺你面前挨住你，同你一齊。我都希望大家同神咧有呢種嘅關係。
咁咧 ，Lisa 話俾我聽啊，佢寫完之後咧，佢做咩咧？不如你而家直接再講一次啦。當你寫完之後咧，跟住覺得啦。當我寫完之後咧，慢慢啲啊。當我寫完之後咧，我感謝主，我感覺到咧好大嘅聖靈充滿我啊！即係寫緊嗰時。寫嘅時候已經好有感覺，一路震住隻手咁寫嘅喎。即係跟住個影帶嘅時。係啦，跟住又搖嘅喎個人，跟住咧，但係到我寫完嘅時候咧，就有個電流啊喺我個頭度電咗落去我全身啊！咁咧，我感覺到咧嗰個聖靈充滿咧係好大嘅。咁咧到我寫完，咁我用一張手稿寫噶嘛，咁我又寫翻落個手機嗰度，咁我跟住嚟讀落去寫，因為手機有呢個功能。喺我讀嘅時候，我又聖靈充滿喎。咁咧直至到我寫完之後，到去第二朝起身，我都一直聖靈充滿緊咯。你又傳咗俾啲朋友㗎，係咪？係啊。點話俾你聽啊？我傳咗俾啲朋友咧，我好感謝神啊！他們都很大的聖靈充滿，覺得很大的幫助。我又將個 video 呢，我又好彩我錄這個影的時候呢，其實是一段錄音來的，有一個日子，我就去那個 YouTube 那裡找那個日子，找那個段錄影帶的 video 在 YouTube 看到的，就 send 給我的朋友，他都說哇很大的幫助，很開心很喜樂，我就覺得啊，神你真奇妙。咁我其實咧，主要我想用今日用呢個嚟到幫助大家咩咧？幫大家試下我哋嘅禱告或者親近神或者靈敬拜。其實我想更多人去靈敬拜。咁咧今日阿 Macy 靈嗰時咧，其實靈得好好，因為佢一路靈嗰時咧，佢真係好自由，佢又有時黑埋眼。咁咧就今日即係投入啊。咁咧就我都希望大家學到。咁所以我哋今日會做咩咧？我哋就有感情喺度。有感情咁讀，咁然後讀完一次之後咧，我哋就點咧？你就分開兩個一組，你就感情咁讀。嗱，你讀下，你唔使睇都得嘅喎，你可以唔使，你唔睇我仲中意，你唔使睇咧，你唔一定要念曬。總之你大約講咁樣出嚟，即係話試下用一種好有感情從心底發出嘅同神呢種相愛嘅關係。其實神係中意喺詩篇91篇嗰度講到，神話神説，因為他專心愛我。神又要搭救佢，又將佢放在高處，又叫佢成為尊貴。如果有人真係專心愛神，神係唔會睇小。所以你好想你嘅生命被提升，好簡單，你專心愛神，放多啲感情喺神嗰度。嗱，咁我都形容過靈嘅禱告係點樣咧？就好似譬如有個人戀愛，咁咧就你中意緊另一個人，咁咧就譬如嗰個人咧就有幾人知有咩事發生，唔見咗喎。咁然後咧，有人忽然間出現咗，咁又出現咗，神兩個都好開心喎。譬如可能有啲原因啦嚇，譬如假設咧喺一啲受逼迫嘅國家，佢嗰個男朋友俾人捉咗去坐監喎，依家放翻出嚟，咁你當佢見到佢出嚟嗰時，你估佢表情會點咧？佢嘅心情會點咧？佢會唔會話好歡迎你出嚟啊？佢嗰種興奮係會爆炸出嚟嘅，哇！開心到不得了，眼淚乜都流曬。我哋親近神都可以咁嘅，即係話靈嘅禱告唔係淨係話神啊，我感謝你。有啲人講感謝神咧，其實佢個心裏面未必真係好感謝，只係佢講嘅啫，而係佢心裏面出神啊，我真係好感謝，好中意你，你真係好到不得了。咁我希望大家真係充滿感情咁去讀，咁咧就真係讀嗰時你都可以經歷聖靈，然後咧就兩個操練，咁將來我哋個個咧都可以咧。即係感謝神啊！神咧就感動啊 ，Macy 用呢方法寫曬出嚟，跟住你哋可以有得讀。因為以往我都試過同你操練嘅，但係好似今次呢個方法咧，係神感動佢咧係非常有效。咁咧就大家一齊讀，讀嘅時候咧俾啲感情。咩叫感情咧？天父啊，我開心，我感謝你，我歡喜你，即係有感情。個聲音亦都有感情嘅，不過可惜我今日聲音唔好啊。咁所以咧就我俾阿 Macy 嘅帶領，就大家放多啲感情，就去全心全意去愛我哋嘅神。咁你可能咧喺當中你都會經歷到聖靈嘅工作嘅。好，一齊開始啦。多謝耶穌咁愛我哋啊！
人一起跟住一起一齊用功夫，唔好一人做一句，一人咁樣咧就有排都做唔曬，一齊用，一齊用。多謝耶穌咁愛我哋啊！主耶穌愛我，主耶穌愛我，有聖經告訴我。多謝天父，多謝天父，你睇重我哋每一個人啊！你睇重我哋每一個，你好想祝福我哋，我哋蒙你所愛嘅，求你幫助我哋全心信靠你。你係我哋嘅救主，求你赦免我哋一切嘅罪，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，求耶穌同我哋一齊更新改變我哋，拯救我哋嘅靈魂，並且活在神嘅愛中。主耶穌愛我，主耶穌愛我，主耶穌愛我，有聖經告訴我，耶穌愛我哋真好啊！神啊，我哋活喺你嘅愛中真好啊！我哋要享受你嘅愛，被你更新，叫我哋嘅心非常之平穩。神啊，你真好啊！神真係可愛嘅，神真係可愛嘅。我哋去到主啊，我緊靠你嗰度嚇，跟住佢就一路落落落落落落。神啊，我單單屬於你。當我哋屬於你嘅時候，我哋嘅心就平穩安靜，我哋就整個人輕省，整個人輕省平安喜樂，整個人蒙福。神啊，我願意活在你裏面，活在你裏面，好輕省。好平安，多謝主，讚美主，我哋嘅心可以好平穩安靜，好似斷過奶嘅孩子喺母親嘅懷中。神啊，我嘅心平穩安靜，我哋真係好個心好鬆好鬆。讀花花嗰度，你在我前後環繞我，按手喺我嘅身上。你永遠都服侍我，我感謝你，我享受你。你在我前後環繞我，按手在我的身上。你永遠服侍我，我感謝你，我享受你。耶和華是我的，多謝我必不致缺乏。使你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令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。等一陣咧，你放到鬆曬，成個喺個神裏面就享受神。主耶穌有你真好啊！當我一親近你嘅時候，我哋就越來越平安輕省。當我哋越親近你嘅時候，就越嚟越享受神啊！我哋願意時時去愛你，去感謝你。我哋越親近你，當我哋越專心愛神嘅時候咧，神就將我哋放在高處，神就叫我哋成為尊貴。我哋所祈求咧，神就應允我哋，神就祝福我哋。多謝耶穌，耶穌，我哋愛你啊！哈利路亞，耶穌，耶穌，耶穌，我哋愛你啊！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耶穌你真好啊！神啊，我哋真係好愛你啊！神啊，有誰能像你呢？呢個世界上冇人好似你咁樣，冇人好似你咁美善噶，冇人好似你咁愛我哋，醫到我哋。神啊，我哋全心去愛你，全心去感激你，我哋親近你就必得蒙福，我哋親近你就必得著力量。就得著安慰釋放。神啊，我哋嚟到你面前，神啊，我哋真係好愛你，我哋好喜歡你，我哋好感謝讚美你，我哋好喜悅你啊！你係我最美善嘅，你係最美好嘅，你係最美好嘅。我哋就在喺你裏面，我哋一生一世叫我哋飽得你嘅慈愛，足足飽得你嘅慈愛。好叫我哋一生歡呼喜樂，耶穌叫我哋早早飽得你嘅慈愛，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歡呼喜樂。
神啊，我哋需要你嘅爱，耶稣，我哋需要你嘅爱，我哋需要你嘅爱，我哋想活喺你嘅爱中，我哋活在你嘅爱中，永远被你医治，被你更新改变我哋。多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多谢耶稣嘅大爱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同我哋一齐，我哋欢喜你，多谢赞美你，我哋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花花嗰度开始读。主啊，我哋真系好感激你啊！我哋真系好欢喜你啊！求你叫我哋活在你嘅爱中，活喺你嘅慈爱里面，活在你嘅爱里面，永远享受你，永远被你更新改变。叫我哋饱得你嘅慈爱，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求你叫我哋真心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真心爱你，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！我哋感谢天父，我哋敬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感谢主。大家喺度读嘅时候有咩感受啊？我都觉得圣灵好大嘅充满啊，赞美主。我都好驚訝，一次敬拜裏面我講咗咁多説話，我都就係好自然地，完全係好自然地流露出嚟。咁我希望大家都係能夠好自然地、好輕鬆地一間去操練我。咁咧，其實大家可以聽翻呢一個直播喎，你翻去咧聽翻呢個直播咧，你就可以跟翻。我就先咧，我就唔係跟你讀，我黑埋眼，我化妝好，只黑埋眼，並且係投入地。他講那句什麼你就投入地講什麼呢，真的會感受到聖靈的臨在，還有感受到感動。這個 有沒有人感動的當時在這個過程之中。 OK， 大家試一下現在兩個兩個去操練，這個就是我們平日我想講一講，就是說我們多些宣告神的恩典，然後我們的回應是怎樣充滿感情。跟我講一次，宣告神的恩典，並且很實際的，並且很實際的，即係講得實際，神點愛我哋啊，陪住我哋啊，同我哋一齊啊，關心我哋啊，咁樣即係實際，唔好就講耶穌愛我，耶穌愛我，我愛耶穌，耶穌愛我，愛耶穌，咁樣就唔得實際啦。即係耶穌就喺我哋前後環繞我哋，就按手，而家按手喺我哋身上喎，而家祝福緊我哋，而家望住我哋，陪住我哋，即係用不同嘅語言，就好似你傾偈嘅語言，講到神點樣去愛我哋。然後我們的回應可以多些感情，耶穌有你真的好到不得了，哈利路亞，真的很喜歡你。那你試一下，其實你就算跟不跟都不要緊，你可以跟著你讀，但是我就想你不要由頭讀尾讀一次，然後你讀了一段你就試一下自己用自己的方法講出來。大家可不可以啊？有沒有困難啊？會不會覺得好像試過有些人跟我說好像很肉麻一樣？我哋同神嘅愛其實係應該超越所有嘅愛嘅，超越世上所有嘅愛。感謝耶穌，主耶穌祝福大家，真係咧成日同神有呢種嘅密切關係。哈利路亞，想唔想啊？其實可唔可以啊？其實可以嘅。咁當你咁樣令敬拜嘅時候，真係會觸我人嘅心。咁咧，大家都試一下咁樣做 ，OK？